你不能给你当家，不能给你做主，软了吧唧像没长几点骨，干你这辈男人呢，比那一手一辈子管不幸福。你小样，你这当面背后就埋汰我。我知道你自打结婚你就没看上我，我跟你这些年过得憋气又窝火，爱情的小蔫巴花就给我开开一朵，我1.75米给我生个1.57米的小伙，咋看咋不像我，那也说不上是谁的科技成果。可怜哪里呀，那孩子喝水了让往里倒，可像潘长江了。看脸吧，是不是你啊？我走走，姑娘吃。那叫什么叫啊？那都邻居住的，大旺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俺俩住8年了。你说人搬城里了，干1200块钱买电视，这家天天鼓捣鼓捣要这钱，这面子能过得去吗？这咱家不是等着用钱吗？用钱也不差。那人家下礼拜就结婚，你说刚才上商店就买一块西服，我先给儿媳妇买个金项链，这兜里就剩1200。这把他的1200要回来，这不正好吗？你说你有啥不好意思去的？去我也不听，直接到那要去行。那不直接要咋要啊？你到那他不就是买电视才借的钱吗？咱进屋就唠电视，唠一会儿他就想起来了，这么一点一点点他，这么弄行？你别进屋拿来给我该我钱，那我还活不了，这面子往哪掏啊？那也行，听你的。听我的。进屋咱就提电视。啊，啥也不许提啊。那走吧。你敲门吧。哎呀，我说老伴儿啊，你别磨叽了，我忘性再大，今天我儿子结婚，我能忘吗？行了，你让娘家姐先上桌，回头我马上就到啊。大伴呢？那什么，对不起啊，今天不开业。是三哥三嫂来了。三哥三嫂。农村来的。哎呀，8年了。哎呀，三嫂啊，你好啊，三嫂，哎呀，三哥，想死我了，哎呀，老伴儿啊，你咋胖这样呢？胖啊，那脸往横了憋呢。没啥好处啊，这不上医院一检查，血脂高，这稀里糊涂的脑袋像轿子似的。爸，对，都这样。快进屋。哎呀，这刚才你们一叫门呢，我还以为是客户呢。啥客户啊？啊，我现在不搞个大旺狗宴嘛，养狗的，这一天到晚把我忙的。给大狗造型的，小狗美容的，公狗拴绳的，母狗发情的，全找我。哎呀，这一天到晚把我累坏了。这狗发财了。发狗财了。哎呀，发啥财呀、啊？兄弟，发狗财了。对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真是，你说的。发财好啊。咱俩抓紧提事儿。不着急。提啥事啊？没啥事儿，想你了，顺便到这看看电视。啊？看电视啊？那有啥新闻呢？啊？媳妇儿，你看这电视。啥呀？呀！我是呗，大妈，你还是那台电视啊？哪台呀、啊？这不咱们一起买的吗？一准买俩，叫小四轮拉回来的吗？哦，你忘了？大家一准买的电视。我全忘了这事儿，你咋还不换呢？看着挺真的，我就没换。我那就不行了，那效果不好，哎呦，一条一逛。我看足球，40多人踢俩球，可难看了。哎呀，什么吃水果？不是，吃。哎呀，吃哦，大哥大姐，哎呀，洗了。洗了，吃吧，洗干净的。没事啊，这家东西啥都干净。大妈，你记不记得就是那年？那个电视啊，这电视这玩意儿嘛啊，早看早得利。要不说你动员我吗？啊，买俩电视是，当时在小四轮往回拉啊，完了，完我就看上了，我回来。多亏有这电视啊，这一年咱国家这大好形势啊，那发展的，我的妈，没电视啥也看不着。那可不，三哥天天把电视看的一个人没有了，在那睡觉。是，咱不能从头说啊，咱国家这一年的变化，没电视你就看不着。那可不是咋的，第一件事就是世界杯吗？对，不是，这个
奥运会，奥运会，申办奥运会。对 对, 对。那天全村都看了啊，你看没？不看呢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那天那提心吊胆看的，那家各国家的人搁咱家白乎的 啊！我们这么好，我们那么好，咱中国人挺能白乎。是口才好 啊！当时去那几个人，咔咔全说外语嘛。是，最后你不管你咋白乎，定活的是那个老码头，萨马兰奇。对对对对，萨马兰奇一句话就把事儿定了嘛。是，当时家说的把我吓一跳。咋的呀？我一听。不定，我说完了怎么不一定呢？我说这下坏了，不一定。是北京？不是啊，你听我听咋的？我这不定。后来我一看，这家伙全都是连拥抱带跳高，我一看这是没事了，是定下来了，这是咋了？那天晚上我们村里人那家乐的放鞭放炮，激动坏了。同志，长这么大没有？你看。咱那老张二寡妇啊，从来谁骗都不行。那天晚上俩我给他亲了，咋的？高兴的，高兴。兄弟，你说那天晚上那人的情绪啊，多好啊！要该是一千二连夜都能给送去。那我跟你说，那天中国人是最自豪的。是，嗯，哎，就是那天。哎呀，不明白。哎，明白。吃水果，行。是啊，还得是，是，我叫电视啊，哎，紧接着那是几月份呢？就是咱们中国又整那个叫什么加入什么，就一锤买卖，一锤子买卖，就夸家一锤，咱就进去了那个。那是那个是世贸，对，世贸，世界贸易组织嘛，对对 对, 对，那叫英文 MTV， 卡拉 OK 啊，对，卡拉 OK。咱加入那卡，WTO， 哎呦我的妈！反正我就记 T 谁，没记住 T O 谁。那 T O 啊，T O 你知道啥意思吗？那当然知道，就说是国际这个大市场有中国这个摊位了。T O 电视你老看还没记住啊 ？T O 说这就啥呢？以后办事就得按规则办事了。是。欠人家的该还的还，该给的是是，这你要不给有人还你是丢吗？你不能烂题，不给你得打剑条，他得弄死。烂题不行，烂题，咱国家足球队烂题40多年没进去，这回人家老米头那家带个小方便面口型，咱家就踢出去了呗，烂题吗？老米头的工资一个月得1200块钱，啥意思啊？我跟你说，就我们家喂狗的月薪都1500，哎。俩一千二也不能换，是进个球还奖金1200呢，那可不咋的。哎呀，吃水果，吃水果，吃水果，哎，吃啊！哎，你这电视看的挺不成功。完后来呀、啊，咱接着看那什么，紧接着啊，咱们还提咱们中国大好事，都是通过这部电视看到的。是是是，江主席一挥手啊。把全世界的一把手都集中在上海来了，是这家伙都毁成一排搁那站啊，自己衣服不让穿了，都穿咱服装，是是是是，那穿的那叫什么玩意儿？那叫、那叫田装啊，不是，唐装啊，唐对对，田唐不就田的吗？是是，唐服啊，是，这我就看出来了啊，中国人真正在世界上有位子，是，蒸汽腾飞了，形象也美了。过去过年搁家放鞭接神，这回上国际上接轨去。这该给1200，该给就得给了。哎，三总，你们怎么老提1200呢？这里边有什么典故啊？好。哎，是不是这个经济上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有问题吱声啊！拿个3万2万就没说的。兄弟，不用3万2万，就是那1200。那什么，俺家吧，啊、跟你比比不了、哦。就俺俩在农村，啊、说实在，你跟你嫂子勤劳勇敢的，是
扣两个大棚一年还行。是，房子都翻盖了。是吗？那二层小楼起来了，重新装的，找省设计院装的吗？是吗？我说咱们按巴黎圣母院那么装吧。呀，后来我回去一看，装的很不可信。是吗？还像万豪似的，我寻思还凑不住。别说我大哥真行。那你缺不缺钱？你说吧。缺什么钱？根本就不缺钱嘛。咱们家缺什么钱呢？别说用钱支撑啊。哎。看这电视也别说，他真没明白过来。我来说吧，来吃没吃完？吃吃吃，别再三样了，吃一点一点。坐着。哎哎，不好意思张嘴啊。别吃了。那啥，这说话你见笑。没事。我看你三哥呀，去年又新扣两个自动条纹的大棚。哦哦哦。这手头造的挺紧。哦。在儿子结婚呐，就买套西服。我寻思给我这媳妇再买个项链。你说这可纳闷了你。我儿子今天结婚，我没跟别人说呀，你们怎么知道的？你说来就来呗，还买啥西服呢？我能挑你吗？这可真是的，你们呀太外了。干嘛整？干嘛整？给人家呗。没事，不挑咱们，能挑咱们拿吧，兄弟。这是给儿子买的。你说你花这个钱干啥？我跟你说，孩子结一回婚，你不能挑我们啊！哎呀，行行行行，走。哎呦，还要不？还要不？还提不？嗯、啊，算了，那一千二就当随礼了。上你哎哎，别整用不着的，还随什么一千二啊？不许随一千二啊！给身西服就不没味儿的了，不行啊！他咋知道我有一千二呢？干啥呢？给我，给我，给你的啥呀？给我，这给我呀、啊！给你，咱俩谁给还不一样？干兄弟啊！孩子结一回婚，光给儿子买东西，儿媳妇啥也没买，他三大娘连往那放，别找就剩一千二了，你就不要，再要就没了，不要。你给点面子，你别扯这个、哎，不用。给孩子，我也不用。你咋这？你瞧不起我呀？我家这是要给孩子，你说这家你干啥呀？这是就这点，多了没有。我抢不过你啊，我呀。你拿着，干什么这是？你让三哥出屋不？我缺你这点钱是不是？是不是欠我少？不就心情吗？八年没见面了，你看孩子跟我还不一样吗？干啥呀？真是的，兄弟啊，你没听明白。这钱是留着给儿媳妇买金项链的。买啥项链？我儿子给他买好几条呢。不是兄弟，不是你人家愿意买啥买啥，你上这当咱家的。行了，坐那得了。行，别嘀咕了，这么的吧，跟我上饭店陪娘家去去啊。我可不去了嘛，上老火了。没事，人家不挑咱们，挑啥？没事，还用给别人甩点红包啥的不？行了，你别去了。你这么的吧，咱们改日子单聚。哦，好，单聚啊。你我跟他您说，怎么有什么事？你说，这老娘们，你怎么？你让我三嫂实在是丢人。兄弟，你记不记得你您搬家走的年啊？啊，借我一千二百块钱。我不要了。不要了。不是，就咱这关系，别说这一千二两千四都不要了。不是我欠你的，是你。不是你欠母的，是母欠你的，就是你欠我的。不要了，不要了啊！不是兄弟，你别拉倒吧，不要了，别搁这说了。这是，我听明白了。兄弟，对不起啊，实在没钱，带少了，我给你打个借条。干啥呀？这兄弟说不欠你，打啥借条啊？啥不欠呢？这不你给整欠的吗？不欠我欠。哎呀，你说你不说呢？跟你俩。你说我三哥这是干啥呀？你说咱们不是有感情吗？你们欠我一千二，我不要了，你们觉得像怎么地似的？回过头来说，我要欠你们一千二，处咱这关系，你好意思管我要吗？这不一个事儿吗？这不是？就这样，你别说了，你把这条收了。你给我就撕了。你撕就撕我面子。我还真不服这气，你不给我，你是你我怎么的？我哎，你是我就不要脸，我啊，你是，你给我点面子不？行，你让我见你不？行，我收起来，有那事，我收起来。你是逼我毁容，我看你。啊，回家，去，回家。哎呀，我说你这正要的啥？自个儿钱没要回来，倒给人撇开着，你过不过了你？拉倒吧，怨谁呀？回去好好想想吧，还说不上欠谁的呢。不是你这怎么回事呀？你是？就我这三个可真是好面子。这兄弟，你忘了？
你当初买电视是我给你垫的1200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叫啥事儿？大哥，我给你钱了。